下一位选手掌青儿切冠军冠心。主持人、皮琴老师、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班花喜南青年组的第五名选手，我们总共有四位啊、陈雨涵小姐，谢冠军，庄有福，郭昭莹，哦，冠军呢，今天礼拜哦，耶、yeah ，今天唱得很好，我们所有选手在台上啊，拢非常的用心啦。像我个人啊，就是像郭昭莹，
各位这个庄友哦，伊今仔两个来唱，我感觉甲过去咧就进步够侪啊，非常的好听哈、哦。好，庄友福，我们请陈老师来颁奖。啊，这位冠军，女冠军啊，伊名叫谢冠军，她很漂亮啊，我很喜欢她。啊，陈元，第四位郭昭颖，咱前十名选举的唱歌，讲真嘞，拢比电视的歌声阿歹，都有唱歌都有一定的实力哈、哦。好，我们选手与陈老师来合照哈，坐、哦、进。王静慧